总共有两个颜色，超难选的。如果你想要当提把的话，就像 Neuer 这样提着；想要侧背，想要整个当背包都可以哦。那这个你回家自己摸自己捏了。那这个是最美的美拉德的配色。再来前面，你看很贴心哦，它有做这个空间让你放你的钱包、钥匙、酒精擦。另外的话呢，开起来链呢是有拉链的，所以如果你有比较要紧的东西，可以把卡夹东西放在里面。这边还有这个典型水桶的，你要把它竖起来，东西比较不会掉出来。手机、钥匙、钱包，我觉得空间很大很大，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。长夹的部分考虑一下，长夹可能会凸出来一些些，但是中夹、短夹任何的东西都可以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很贴心，这边是没有裁断的。来，下摆这边有很多洞孔可以调整，你比较小只、比较高个，你自己调。身上的包它现在最短，我的也不是最长，还有得放，所以它的空间你身高自己去调，它有好多的洞孔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